这两个相连的世界，就像一对双胞胎，我们必须牺牲一个，另一个才能存活。 这里难道就是暗藏在北极边缘的空中大陆吗？远处大光束，我们从实验室里看到的光束一样，我得过去看看。附近看起来像是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 Yeah.
起来像是要飞往那道光束所在的地方。是一个洞。